Thank you.
弟兄姐妹们平安。路加福音19章33到38节说，他们解离居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离居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请仍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怀着欢欣、快乐、满满感恩的心，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我们所信靠伟大的真神。李心凌传道、李留梅师母带领我们唱诗《何善那》，高歌《何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恭敬的祷告。天父，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恭敬的来到你宝座前来敬拜你。愿万妻向你跪拜，万口向你承认，你是天地的主，你是万有的神，你是那位唯一的创造者，你创造日月星辰，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统管一切，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存留和都在乎你。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存
敬畏的心来向你下拜。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伟大，凡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知道你的美善。亲爱的天父，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赞美你，帮助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赞美你。求天父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默想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的荣耀以及你的作为，帮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发出最真诚的感谢与赞美。天父，我们再次特别为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全球的疫情，向你迫切的祷告。在我们所处的国家，随着接受疫苗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新冠病毒的疫情已逐渐降温。感谢你的恩典，为疫苗有效来祷告，求神赐下智慧给医界的专家，让各种医治都有果效。我们仍然为许许多多生病的人来祷告，求你医治他们，也为许许多多尽心尽力救治的医护人员的身心祷告，求天父你保护他们，为全美以及全球各地病例能够平稳并且减低来祷告，求神清除病毒，国家社会能够恢复健康。我们也继续为美国来祷告，我们同心为现在的执政者来祷告，求你将一颗敬畏你的心来赐给他，将一颗谦卑的心来赐给他，将一颗清洁单纯的心来赐给他，将一颗寻求你的心来赐给他，将属于你的智慧来赐给他，使他所作所为是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使美国能走在你赐福的道路中，也为在美国的主义和谐来祷告，也求主赐下平安的灵，并止息所有借着种族议题制造分化与对立的声音。我们也为 HR5 平等法案来祷告，求主怜悯，不让这个败坏的法案来通过。天父，我们也继续为已经完成的扩建施工祷告，目前正在等待市政府的最后使用的许可，求你保守，求你使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使教会成为附近的灯塔，照亮所有的人。天父，也求你保守我们所处的教会，在不久的将来，在面对重新开启有充足的恩典。面对教会的重新开启，从需要大量的能力与准备，也求神赐给我们的教会有智慧，靠圣灵做好预备，并有明确的重新开放的一种步骤。更重要的是，求神赐给弟兄姐妹们一颗预备好重回教会一起聚会的心，能在实体的聚会当中来享受敬拜。能够享受平安以及喜乐，天父，求你保守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恳求你圣灵的同在，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智慧、感谢、全能、力量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荣耀归于真。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耶稣骑着一匹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群众沿途向他欢呼：“何善啊，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气氛是一片欢欣，场面非常热闹。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从这一天算起，一个星期是耶稣来到地上成就救赎使命的最后一星期，是非常重要的一周。耶稣升天之后，基督徒为了纪念耶稣，主的教会把这个星期定为圣周 Holy Week， 或称为苦难周 Passion Week。 今天我们要透过圣经和历史的回顾，来纪念天国的君王耶稣为人类所做的伟大救恩，同时也省察人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更重要的是，现在就向主做出感恩的回应。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21章第1至11节，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至6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至6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赎工作。今天当我们回顾圣经的这段历史，求圣灵提醒我们存敬畏感恩的心，更爱主，更侍奉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信息，十架苦难与荣耀，我们要从2点来思想。第一点，看啊，天国的王骑驴来了，无一人同担苦难。看啊，天国的君王来了，
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惊动。让我们问一个问题，当时有多少人明白耶稣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它的意义是什么？耶稣不像一个威武的君王，他既没有骑着战马，也没有军队跟随，但是群众却前呼后拥向耶稣欢呼，为什么呢？其实耶稣不是来受人们的欢呼和拥戴的，他乃是要来应验先知的预言。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先知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你的王就是指向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地上万族万民的王，地上的君王都是骑战马，只有天国的君王是骑驴子进入耶路撒冷，这就是弥赛亚的记号，这就是拯救者的来到。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乃是实现所有在旧约圣经里对这一位弥赛亚的应许。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至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预言已经部分成就，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在30岁时出来在犹太全地传道，耶稣此刻进程是他在地上要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后一周。耶稣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就是成就预言，为救赎世人走上十字架的苦难和荣耀。在马太福音里一共记载4次耶稣告诉门徒他要进耶路撒冷，被定罪，受羞辱，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但是没有人明白，无一人能与耶稣同担苦难。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4次的经历。第一次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彼得马上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于是耶稣对他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一听见，就马上拉着耶稣的手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马上责备彼得，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第二次是在加利利，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次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忧愁。第三次是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在靠近耶利哥的地方，耶稣把门徒拉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次他要复活。结果怎么样呢？约翰和雅各两兄弟却想争取坐在耶稣的右边
和左边。第四次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第二天，耶稣讲完了道之后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一共四次。为什么耶稣要如此重复地交代这件事呢？因为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门徒听是听见了，却从来没有明白过。我们也读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去明白呢？使命，耶稣定义向十字架走去。我想最令耶稣伤心的就是在伯大尼，耶稣受邀到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客。当时玛利亚把一瓶极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门徒看见的就不高兴，说这是浪费，何不把这香膏拿去卖钱，可以帮助更多的穷人呢？然而耶稣却称赞玛利亚，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将这香膏浇在我的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似乎玛利亚所做的比门徒还要更正确。门徒不了解，那么群众明白吗？欢呼声后的苦难，群众讲到欢迎耶稣，将衣服铺在地上，手拿着棕树枝挥舞并高呼喊，他们明白自己在呼喊什么吗？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当时群众们欢呼所唱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取自诗篇第118篇。诗篇118篇对以色列人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含义，这是纪念以色列人的修殿节时所唱的诗。修殿节的诗可以回溯到主前163年，当年叙利亚皇帝安提阿哥占领耶路撒冷时，他对犹太人施行残暴手段，以执行灭绝种族和灭国的政策。当时犹太人的语言及宗教都是被禁止的，在犹太人的家庭若为男子行割礼或家中有律法书，一旦被发现即处以死刑。犹太人实在是无法再忍受，终于在马加比的领导下革命反抗，最后赢得胜利，致使犹太人享有100年之久的独立。马加比革命成功的那日，当马加比率领军队骑马进入耶路撒冷时，群众欢呼，就是手拿棕树枝大声高唱诗篇118篇的奉耶和华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也是当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以色列人以200年前欢迎马加比革命成功的方式来欢迎耶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或许这些群众心中对耶稣有着马加比革命的情节和期待。何塞纳，何塞纳，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就是拯救我们，也就是说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请拯救我们，现在就拯救我们。或许他们期待耶稣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再度享受独立的生活。当时呼喊跟随耶稣的群众们也有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他们听说耶稣医好瞎眼的人，使他们看见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耶稣行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耶稣是先知吗？许多人慕名而来，想要一睹耶稣的风采，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来。无论如何，群众们都被高耶的气息感染，一起高呼：何善啊，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然而在欢呼声的背后，是他们所看不见的苦难，是耶稣的苦难，是耶稣的眼泪，是耶稣的伤痛，也是犹太人的苦难。再过几天，群众们的欢呼将改为：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而他们却看不见那欢呼声后的苦难。当时门徒和群众都不明白耶稣要承担十字架的苦难，但是今天我们是明白的，耶稣为世人每一个人走上十字架。今天我们当如何回应这位天国的君王呢？我们跟随耶稣也是摇旗呐喊的吗？十字架苦难愈重要。第二点，这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承受羞辱的荣耀。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造成全城的轰动，许多人感到非常的惊讶。一个相貌平凡的人，骑着一匹驴驹子，竟然有这么多人向他欢呼。群众中有人问：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样的回答是不受尊重的。加利利是北方一个地区，也不是什么赫赫有名之地，拿撒勒更是被鄙视的称呼。那个时代众人皆知的一句普通话：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而先知呢？群众对耶稣的认识顶多止于先知，但是先知又算什么？耶稣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们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来到这里的人。众人对耶稣的认识仍然是相当肤浅。这是谁？耶稣比先知还大，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救赎主，他正在走向世人救赎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救赎的道路。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马太在第27章里记载了一段有关耶稣受到罗马兵丁的戏弄和羞辱的情形。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罗马兵丁在演一出嘲笑耶稣的戏。紫袍那是一件旧的褪了色的罗马兵丁的军装，他们将它当作是王袍，他们用荆棘编成冠冕扎在耶稣的头上，鲜血一滴一滴的流入他的眼睛，他的视线模糊，鲜血湿透了他身上的袍子，
他们拿一根芦苇的杆子放在他的手中，假装是国王的权杖。士兵们跪在地上向他朝拜，称呼他犹太人的王，伟大的王啊。罗马兵丁对耶稣是极尽的羞辱，他们在耶稣的脸上吐口水，又用拳头打他的头，用鞭子鞭他的身体，血肉横飞，体无完肤。这样的羞辱是荣耀吗？在人的眼光里来看，这是羞辱，这是悲惨，这是苦难。然而耶稣知道这是苦难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乃是指他自己将要经过被羞辱的受苦过程，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耶稣的受苦和受羞辱在天父的眼里是荣耀的。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十字架上的荣耀，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木头压在他背上的伤口上，使他的脚步沉重缓慢。耶稣跌跌停停，几乎无力前行。为了不耽误钉十字架的时间，罗马兵丁抓了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的，代替耶稣背十字架到了各个他的山上。罗马兵丁用钉子将耶稣的双手牢牢地钉在木头里，又用钉子将耶稣的脚牢牢地钉在木头上，将十字架竖立起来。耶稣的身体就被三根钉子挂在木头上，与两位死囚犯并列，矗立在各个他的山顶上。在最羞辱和苦难的时候有荣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我。然而那些从十字架底下经过的人对着耶稣嘲笑地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哎呀，耶稣的心何等伤痛啊。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耶稣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成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罪在清除，世人所有的罪在这一刻耶稣都付清了，不欠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项罪可以在控诉人、拦阻人、辖制人进入耶稣的救恩里，没有一项的罪是耶稣不能赦免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洁净每一个人的罪，耶稣的代死可以换取人得到永恒的救赎。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要成为永远的祭物，永远有效。第二，资产倍增，接受又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新造的人，是属于神的产业，
从前是负债的，现在是资产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并且这个资产会倍增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九节，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苦难的代价，得着荣耀，然而他承诺还要再回来，在荣耀中实现圣经完全的应许。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可以得着他的荣耀。有一家兄弟二人与寡母同住，老母亲多病卧床不起，哥哥敬畏神服侍母亲，弟弟好酒好赌无恶不作，但是母亲不爱哥哥，反而偏爱弟弟。有一天，弟弟因赌博打架互相动刀，杀死了一人，衣服沾满了血迹，赶紧跑回家，外面警察追来，哥哥明白杀人者必死，若弟弟被抓必定判死刑，弟弟若丧命，老母亲必定难过，不如自己替弟弟死吧。于是脱下自己的衣服让弟弟穿上，将弟弟身上沾满血迹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并向母亲和弟弟说明用意。这时警察破门而入，看见哥哥身上穿血衣，认为一定是杀人凶嫌，不问理由就抓走了。法庭判处死刑，择其以枪毙。按照惯例，死刑犯准许提出一个最后的要求，哥哥就在隔天赴刑场之前写了一封信给弟弟，要求警察送到家中。信上写着，我今天穿你犯罪的衣服，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替你受死，愿你穿我的衣服，从今以后过着圣洁公义的生活，为我而活，替我服侍年迈的母亲。弟弟看完信后心如刀割，觉得对不起哥哥，于是奔赴刑场大声喊道，杀人者是我啊，不是哥哥啊。那时刑场已经是人山人海，要看枪决凶手。看到弟弟的举止，人们以为他是神经错乱，置之不理，只听到砰砰两枪，哥哥倒卧在血泊中。弟弟从此痛改前非，穿上哥哥的衣服，站在哥哥的地位，忠心侍奉年迈的母亲。他从前的老朋友再来约他打牌喝酒，他说，那个打牌喝酒的老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替我哥哥活着。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说，我替你死，请你为我活。今天让我们对耶稣说，骑着驴驹的荣耀君王耶稣，请进入我的心，我已经预备了宝座给你，求你在我的心中作王，
让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跟随主，在他苦难和荣耀上有份，将来更要在他的永恒荣耀里、荣耀国度里与他同享荣耀。接下来这一周是很重要的节期，盼望弟兄姐妹不要轻忽这些日子，我们要思想耶稣的受难。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的罪受羞辱、受苦难，谢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荣耀。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志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来赐福给我们，赐给我们你的平安、你的能力、你的喜乐，以至于我们能够为你而活。祷告奉你自己的圣名，阿们。没有眼泪就没有安慰，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没有宝血就没有赦免，没有羞耻就没有荣耀，没有悲伤就没有欢乐，没有鞭伤就没有医治，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2000多年前耶稣来了，和平之君骑着小驴驹，谦谦和和的来了。他来是要为你、为我的罪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苦难周 Passion Week 开始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回应这一份从天上来的大爱，这一份爱的邀请呢？诚恳的邀请你，曾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这一份救赎的爱，接受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假如今天你的心被主的爱所触摸，愿意立志更爱主，更多的侍奉主，是的，主为我而死，我要为主而活。不论你是在信仰上需要帮助，在属灵的生命或者生活上需要有人为你祷告，欢迎你拨打电话626-692-5751 626-692-5751，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非常乐意的聆听你的分享，与你一起借着祷告去分担你所面对的困难挑战。今天回应要唱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十字架为我荣耀。让我们一面唱一面的来回应。是。
亲爱的洛杉矶国语进行会以及葛兰多拉分堂的家人，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洛杉矶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的在改善降温当中。上周开始，我们已经转进红色的防疫阶段。据相关人士预测，四月内更可能会晋升到橘色的阶段。当然，我们都十分关注变种病毒的发展。当旅行量加增，防疫限制宽松之后，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我相信大家对疫情所关心、所无法预料的变数，正正就提醒了我们，在面对这一场瘟疫的时候，每一项的决定所需要的态度，既要抱着有积极的希望，也要保持小心谨慎。这是圣经教导我们在每天生活上该有的态度，更是教会对重启开放这个实体崇拜所遵照的原则，既带着积极的希望，又保持小心翼翼谨慎的态度。在这个原则之下，只要疫情确诊的人数得以稳定，不再上升，我们就一定会对重启实体的崇拜努力的做出更多实际的筹划以及安排。在这里，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消息，教会暂定在5月2日星期天，三个语言组一起重启室内的实体主日崇拜。在未来这几个星期里面，当政府的指令越来越清晰明了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确定这个重启的日期以及各项筹划的安排。就像聚会人数方面的限制，按照目前卫生部门的指令，出席人数最多不能超过聚会场所法定许可人数的 25%。 用这个作为准则的话，教会堂的礼拜堂我们可以有的聚会人数是125人，正堂的礼拜堂大约是175人。之后照着疫情的进度，会逐步的放宽增加。重启的初期会从成人主日崇拜开始，儿童、青少年、成人主日学、团契以及家庭小组等聚会将会维持采用线上方式来进行。由于指令容许家庭的成员可以靠近的坐在一起，无需保持所规定的社交距离，因此父母可以考虑带同小孩，整个家庭一起参加适合你们语言的主日崇拜。与大家分享这一些最新的消息，目的是要让你们在考虑回来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有这一些的资讯作为决定的准则。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在5月2日星期天回来教会参加聚会呢？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么大家对室内实体崇拜是有什么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呢？为了帮助教会能够做出更合宜的决定，我们十分的需要聆听众人的意见。为这缘故，我们整合了一份简单但非常重要的意见调查问卷，恳请大家抽空来填写，与我们分享你们宝贵的意见。调查问卷的连结已经列放在教会的网页上面，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请与团契辅导以及家庭小组的执事组长来联络。请大家也尽快的来填写这一份的问卷，我们盼望在两周之后就可以与大家来报告调查的结果。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们会继续的发放更多有关重开实体聚会的详细资料。仅代表全体的教牧同工，
衷心的感谢弟兄姊妹们对教会的爱护以及支持，深切的盼望能够早日在教会的礼拜堂与你们见面，一同的唱诗，一同的来赞美神。诗篇27:14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同坚固壮胆的来等候神。神所定的时间必定是最美好的。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平安常常的与你们同在。感谢神，我们能在网上一同敬拜他。再次欢迎第一次参加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洛杉矶国语敬心会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东边大约10英里的阿罕布拉市。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有实体的聚会。然而最近随着接受疫苗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新冠病毒疫情已经逐渐的降温，南加州洛杉矶县更已经从紫色转至红色的防疫阶段，各样的限制也在减缓当中。如果疫情持续的消除，教会将于5月2号恢复有限度的实体主日崇拜，有关返回教会聚会的登记安排，并一切需要遵循的卫生规则细节等，将会在日内透过不同的渠道向大家公布。恳请弟兄姐妹们迫切地为疫情、为教会来祷告。请仍旧特别要留意加强防疫的措施，鼓励弟兄姐妹们保持社交的距离，戴上口罩，也请遵循防疫的规定。教会办公室仍未对外开放，现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你可于周一至周六上午9点到中午12点直接致电教会的电话626-282-2467，而其他的时段你可以拨打626-692-5751或电邮 info@mbcla.org 查询，教会同工们会尽快的来提供援助。几项特别的事项报告一下，国语堂的祷告会于每周三晚上7点，周四晚上8点来举行，请拨打电话617-793-8832直接来进入到祷告会。让我们用祷告将肢体的需要来交给神。纪念主的受难的崇拜将于4月2号，就是本周五晚上7:30举行，请大家能够预备心灵来一同纪念。聚会的间接请看以下：庆贺主复活暨教会的58周年，格兰多拉分堂6周年纪念的感恩的主日的崇拜将于4月4号，也就是下周日上午9点举行。让我们一同来敬拜复活的主，并庆贺他为我们教会所成就的。聚会的见解请看下面。教会每年的3月举办的年度的会员会友的登记，更新弟兄姐妹们的联络方式跟会员的名单，请所有教会的会员及会友点击以下的键结线上来填写。如果你需要协助，你也可以联络你所属的团契或者是小组的负责人。如果仍旧无法完成线上登记，那你也可以等待教会开放实体聚会之后再行填写登记。4月的妇女会月会将于4月7号晚上8点举行，采用 Zoom 线上视频，主题是欢欢喜喜侍奉神，讲员是沈立传道。沈传道即将在今年的暑假完成神学的课程，
要踏上他在禾场上的服事道路。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参加聆听，参加者请发短信至理事会会长8186606199，索取聚会的网络的简介或者是电话打入的详情。 Zoom 的 Meeting ID 是452-521-3023， Passcode 是319233。与许月聘姐妹自2020年12月31日从全职的教会行政主任服事中来退休之后，应教会的要求，于今年1月至3月以部分的时间同工的身份协助监督扩建工程的完成以及各样事工的交接。我们为于姐妹多年来忠心的服事来感谢神，愿主厚厚的赐福他与夫婿于国辉执事，满满主的恩典。教会在重启时期需要多台的手提电脑来协助实体的聚会以及其他事工的报道的手续。如果弟兄姐妹们有闲置不用的手提电脑，只要系统能够执行 Windows 7以上就可以了，可以捐赠给教会来使用。欢迎 email 给联络给 Justin 传到 justinchen@mbcla.org。 好，请我们再次起立，我们能够唱诗三一颂，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之后我们一起来同唱阿们颂，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姊妹，让我们低头存一颗虔诚的心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